41号机枪我来上，114就上。好，那45谁来？这肯定是那什么呀？盾去前面扛啊，哥们儿们！你盾不去前面扛。 对，往这个他妈的塔的血量是比之前厚了很多的，看不出怪，看不到怪。哎，这个大盾去拉仇恨，大盾去拉仇恨。嗯，我操，仇恨是我，你们这一群的人妈的。哎，仇恨是我嘞。那有大盾吗？有啊，咱们有盾，没人盾。 不是，来来来，打他背后！我上不了机枪，40号上不了机枪，我是仇恨。哎，不是我寻思着，来，我寻思是一个盾，怎么还没打掉背后？来了，下塔，那个2008下，哦没事了，好，打，救我救我！ 我去41号机枪，这把要不要打一下？打！作业一下电脑，作业一下电脑。好的，两龙一次吧。来了。A A A， 电脑 A 是吗？对，我来了，没事了。电脑关了，搞定。好。打一下中间，注意胸口，注意胸口，胸口绿了，看上我了，我来打，换个人，40号换个人，看到我了，我来了，那你到后面去，来，哎，看不到，我操，他，行吧，仇恨带到这边11，他准备倒了，准备倒了，到，救我。 牺牲，还是我的仇恨，45号机枪上人。行，上包。我不能上机，枪。OK， 我没血了，我的仇恨没了，快，仇恨的人了，撤。哎呦，我一把打一下胸口，我打掉，胸口掉了。 电脑，倒了！电脑什么 ？B 第二个 B 2B。好的，104有挑战。哎，我问呢，兄弟，不能怪我呀。哎，换仇恨了。哎，胸口打一下，41机枪上人，哎，我别去看了。 准备，集火。41号的1049仇恨，1049仇恨，439，小瓜得吸一吸。我操，直接。小瓜我一直在清了。蹭我那个啥没血，哟，断线了，可以 ，nice。不要 nice。 倒了！自己蹭我蜂窝啊！我蹭不了。最后一波，还是我的仇恨，41号伤害。再清小花再清。注意电脑，先注意一波电脑。我上点 A B C D， 快点摁，别管那别的，先有摁到 A B C D。他到了。我李白别动，起火。 差一点啊！裂开！哎，谁哪个没摁呢？我的仇恨吗？摁没有摁两。哦，我的仇恨我先绕他一下，你们打那个防御模块。先把这东西扫下来。先把远的打掉。给他。我一百。可以打他背后了。看见我那个奶了没？你蹭他奶，蹭我那奶。啊，我打掉那个背后。你们准备集火。哎，你们蜂巢应该是那个超载了，超载了。 你还这个时候救我？丢个蜂窝不就好了？我有蜂巢！你在干嘛？能打倒吗？能打倒吗？我打倒一分秒。倒了！秒了！nice！我是奶。小关。你看我是奶潮啊！我寻思着我是奶潮，我卡他那个啥不行吗？啊，拜拜，亲爱的。还有换，换没了。机位。中差在1秒之内。3、2、1，按。bingo。嗯。 我溜了，那我就不第2波我就不按了，因为我是 T， 不带盾。来，准备按电脑哪儿？中间，快点说一下。中间3、2、1，嗯。嗯。一起秒还是？来，集中准备3、2、1，摁。 反弹等着。行了，我不打了，叔应该降下来一点。机尾，3、2、1，嗯。来，准备一波秒了啊！准备，机头准备3、2、1，嗯，秒了啊！秒。 去隔壁没有，龙立白去隔壁，去隔壁龙立白来隔壁卡毒，来给你们杀个超载，来个超载给你们。这个爆！我再拉 boss， 我再把 boss 往这拉。没事。我蜂窝没了。哎，那个大盾让一让呗，子弹全挡，子弹全挡。我已经斜着站了，你自己找位置。 自己找位置，让大盾扛，你自己找位置。我来听小关。上面飞机，我被电了。哎，等等，打住我。我的仇。飞机。不恐怕。哎呦，我的仇恨，我在屋子里。没事了。听一下小关。现在。 还有人在哪里？哦，看到了。飞机！哎，那个上面那个人，狙啊，兄弟们！看到了，搞定了，准备换毒了，来秒了！这个年代注意点啊，这波就给秒了。再见。 哎呦，还有小怪哦！不要掉以轻心了。啊，还有个在哪？掉以轻心吧，我给你们奶回来就好了。嗯，丢脸。我怎么跟我们一直在瞄着我？丢火雷了没？我怀疑你们没丢火雷。别怀疑，他们就是没丢。我寻思着没人丢哪都。躲过来了，别打我。 拿过来！我来了。等会儿。哎，狗狗来了。他了。火雷！小心！啊，对。火雷好像又没扔。对，别打了。啊。我们准备回去了，来。没有，绿狗会回去。我们压。一起打，一起给。 他过来，活得慢点。啪了！准备打拉滚雷。滚雷掉。打掉就好了。准备回去了他。我操，又扫了！我。救得起来吗？红狗打一下。绿狗仇恨拉走啊！别打了。仇恨错了。仇恨不对。哦。绿狗跟上。 绿狗打，滚雷掉。绿狗停一下，我丢个蜂窝好了。没事，你撇吧。哎，回去了 ，OK。哎，补回来，压回来。哎，别打眼睛，一起打。好了，轮到我俩。我掐个蜂窝。绿狗注意滚雷。傻了。哎呦，滚雷掉了。 呸！管雷没掉，回血了他。压回来，打一下绿狗，打一下绿狗，压回来。看不到，我这我看不到。不过他好像回来了。走了。他头又看到我。来，回血了他。打一下绿狗，打一下绿狗，打绿狗。再打。这个头痛，干，突然打。 可以停一下，不用绿的不能停，绿的不能停，别停了，他回来了，别停，收吧，秒了，别停，秒了，这个血量秒了，哇，哎呦，完了 ，nice， 直接走吧 ，nice， 嗯。 刚刚你到后面进圈，我都是看旁边人进去。我的妈！我还真讲这个。时间要卡好，胖子打完就赶紧进圈。那个你们内圈准备好了，自己好。王林白，你不是内吗？内圈准备3、2、1进。 哇！副手里面多少遍太晚了。哎，怎么又没炸？操！是不是放错雷了？不能。啥意思？哎，要不然补一点，不用打飞机，MP 就处理掉。右边留一点吧，右边留一点吧。走。哦，这次看你们 EMP 一炮，哎，真的，等会儿，几炮到底啊？那声音卡声音 bug 了，没事儿。对，声音 bug 吓我一跳。我救人，我去救人。而且那是4趴的声音 bug。对。没有。哎，等一波胖子，别走，我胖。二胖，那打不到了，哎，能打到。那准备进。掉了，二胖掉了，准备进。3、2、1，走。有人封我进 CD 吗？没有吧。 有啊？有人倒了？没有吧？有吗？有的，没有吧？那你一个人算了，操！你这一个人浪费啊！说实话，对，一个人很浪费的，我120秒了。哎呦，我失误了一下 ，EMP 差那么一点。这儿，清一下吧，都是尸体。 清一下丝血，准备打核心了，来打核心，直接射出去。EMP 还有吗？有，倒了，差一个 ，OK， 别站一起。跑了啊！跑啊！那肯定要跑啊！我真服了，我倒了，绝了！ 那手法就该，每次输出以后分散战好不好啊？我操妈的！绝了！别问我，我根本就没跟你们站一起攻击。哎，4胖 ，OK。我操，我绝了啊！4胖掉，来准备进。掐个包。来3、2、1，进！是有蜂窝 CD 了吧？掐包，1次倒。没有。 刚才看两个人倒了，没有，我拉的，一次金狗，他看到我，但狙我，我这打不到那只狗，狗掉了，我下来了，好吧，来，第二波那个 EMP 准备好，第二波 EMP 准备好 ，EMP 放了第二波的。我再放，放了。等飞机全出来再放，右边掉，右边留一点。没事儿，你第一波你第一波飞机出来的就是不是出来就是说它刚飞出来的时候你就看一下就好了，就开始摁。 然后之后最后一只飞机出来，正好照着。注意那个什么东西来着？叫胖子。等胖子吧。那个现在。奥胖，好的。哎，我这边有个人，你帮我消一下，可不可以？那天准备3、2、1见。 好烦啦，打不过啦，好烦嘞！为什么现在突然多了这么多红皮啊 ？I don't know。哎，你那个谁，你自己往我这边蹭一蹭，蹭一下。其实我讲好像是满的，是吗？他那个 I don't 那个什么 I don't target 那个，他应该是。等会儿再说。啊。 他那边没事儿，我放前面去，我这个放场又没差1次了。EMP 没事儿了 ，EMP 你不用担心，该给你的我给你。来，掉了，走了吧。去偷后面弱点偷的怎么样？后面不用热点不用管，后面热点已经偷完了。EMP 再放一下。 小心！哎，3胖，我打不动。4胖。来，内线准备。3、2、1，进。 好像现在胖子是没头盔嘛，我怎么感觉你们直接就把他直接给打掉？不是打屁股那个地方，打屁股那个缝。他屁股没有假的，他屁股没有假的。打屁股缝。正确来说是屁眼。嗯，暴菊。哇，你打头还是有伤害，打头还是快，我跟你讲。最后一波秒的时候，我自懒得。最后一波秒的时候，那个14的外圈提前回去，输出肯定是够的。14外圈都不去了。 来，右面的 EMP 打一下，来吧。那我在这里挂机了，划水。好，那我也去挂机了。那我去守胖子屁股。对，打不掉，多打一波大不了，没事儿。这输出肯定是够的。稳，好吧，咱们稳住，不要看那个。就是咱们又不速攻对吧？稳点来啊！不像刚才那样子。对。嗯。正好得胖子。 这叫我看不到。我刚才纯粹是，其实不应该全过来的，就都打差不能打。对啊，就不应该全过来，还反而那什么，我跟你讲。对，爆了胖子2出来了啊！啊，1胖，看到没？看到是我们。啊，头完事。1胖我打不到。1胖掉。3、2、1，进吧。3号自狗。 有一个看到了，哎，我这个地方打不到。我也是，他跑到岩流面去了，好像出来了。我可以看到他的狗头，哎，搞定了。狗没了。好，我甚至都升赛季的。版本步枪伤害还是好。是的。这版本就是打步枪。压制，疯狂压制。啊 我操，没炸！再来一颗，我没雷了，二那没雷了。二三，我来了。怎么不炸呢？竟然会！你们加油了吧？EMP，准备。给个 EMP。应该得打2波。EMP 啊。修吧。差不多打完。 是你输出那么低的吗？打完的，哎呦，打不完。哎呦，绝了！刚才好像正好正好打得完，不是输出那么低的吗？都有两个，一个难，你让我有个劲儿。我是进内线都，哎，是胖二胖。下午，我快没子弹了，下吧。那就好了，还差你妈10发子弹。看几啊？你现在准备3。 2 1进！那个14金狗，他准备跳下来了。金狗一按皮射。哎，金狗没了。行。我寻思是这么简单的事儿，一个奶其实差不多就够了，两个奶打得到我这里。牛逼！我还是没雷哈，我还是没雷，露个头。很骚。哎呦，我还得放EMP，还得撇雷，我这个一下，我这操作有点操作不过来呀。我没办法，我没雷了呀，我也想给你丢。你不，别过来，一会儿4号出那什么就不好了。EMP再给个。4外回吧。走吧。 来，给你们点个 CD， 复活封杀都给我起来。哎，那个三高台那个4号我打不动，4号 ，max。三高台我打不动，我只能磨。我去3，你去1。1不用，1我自己可以。2号。1不用，2。2掉。我寻思我也是美服，怎么能卡呢？纯粹是因为你家网不好。 这东西不吃 EMP， 不吃。3号，3号人肯定够了，3号人那么多呢。对，3肯定足。我告诉你，我现在这块全都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特化弩。特化弩。呀，特化弩的子弹。 我他刚哎，15个要不要再开2车？看那个皮肤出来，我透。对啊，皮肤不亏。这是什么？